像孟尝君，哎，尊讲那是什么香炉？去把祖先解决。生成工具，我们这边要先把主线给拉起来啊，挑战23，23，这个吗？23在哪里？他说这个哎。对啊，第二章的第一章节啊，你是嘞？整部整一下。暗之山跟探索一次迷雾，迷雾应该是在野外的那个吧？对，这样算吗？那观众你们就是可以扫到吗？不行，好吧。我今天先注意把角色讲一下，那就是小七的部分。那小七他有什么技能呢？用来看一下吧。OK。就这样。为什么不能看聊天室？